大家好，山里遍地都是蕨菜，现在来采一些回去炒腊肉。哎，这些都是蕨菜，非常的鲜嫩。洗去蕨菜上的绒毛，洗干净的蕨菜我们先放在水里烫一下，加点盐，然后把它捞出来，放到冷水里。再把它切成段，切点红辣椒，还有腊肉，先炒腊肉，炒好了腊肉，然后放入蕨菜，还有辣椒，加一点点的盐，再放点生抽，蕨菜炒腊肉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一盆蕨菜炒腊肉就做好了，这个非常美味。